Hello， 大家好，我是有三高的亚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比较不一样，而且也是赶鸭子上架的，那就是本地即时字幕。那它应该是 AI 落地的第一步。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概念？往后的几天今天是2024年5月21号。往后的几天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新的 AI 的进展，包含了明天 AIPC 会首发，大家会碰到时机。然后24号辉达也有新的财报，然后6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也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展示，对 AI 的进步。那所以说，如果我现在想要讨论这个议题的话，在今天就要丢出来，这样才不是马后炮。所以我们今天来谈本地即时字幕是 AI 落地的第一步。在谈这个之前，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立场。对于我而言，我不是工程师，我也不是很厉害的人，我只是一个使用者。但在这样子的背景下面来看 AI 的发展，所以我的观点可能会和那些大神们不太一样，比较着重于实际上的应用。好，那我们就开始切入这一次的第一个话题，那就是本地即时字幕。我们的电脑会在我自己这一端把影片里面的语音转成文字，而且是即时的。而且呢，这个转文字的当下，它不是把语音送去远端伺服器转，而是在我这部机器也转。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我的手机或是我的电脑要有能力可以把我们现在听到的语音即时的转成文字字幕。而这个部分我认为是 AI 实现的第一步，而且是可以赚钱的第一步。为什么这么讲？那就要讲到我们阿宅的需求到这边18岁以下的可以闪一边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很多时候都是跟情色需求跑第一有关。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本地电脑它可以去识别语音，而且给上那个字幕的话，那么我们在看各国影片的时候，就可以把影片里面的对话，你不管是日文、韩文、英文，或是欧洲的任何文字，我们都可以把它有一个字幕译出来放在下面。一旦有了字幕之后，在色情行业的应用上面就非常广了。这个时候直播就可以无远佛界，然后甚至是一些跨国的情色影片也可以无远佛界。更甚至呢，这个直播主在直播的时候，如果说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的话，那是会更进入情况。所以我觉得本地即时字幕就是最厉害、最可以立刻导入现在而来赚钱的，这是第一步。那从之后开始呢，还会有第二步，第二步就是适用于所有的人，例如说追剧。如果说本地即时字幕可以通用到所有人身上的话，那这个时候那些哈日族、哈韩族，他都可以即时的去看当地的电视。你可以把当地的电视台的，甚至是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的资料抓进来，或者是 YouTube 也好，我就不用透过翻译，也不用等字幕组，我直接可以拿到影片之后呢，就可以有自己的 subtitle， 就是字幕，只要有影片，只要有档案，我们就可以看得懂他在讲什么。那奇怪了，为什么之前不这么做呢？之前为什么会有翻译档的限制呢？如果它原本是日文的剧本，你要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在中文世界播放的时候，是要另外取得授权的。如果说今天所有的人都有本地字幕的话，那么这是使用者自己的行为，把听到的声音翻成我们的字幕，这个时候就不会受到字幕版权的限制，而可以通行全世界。所以本地即时字幕第一步落地的时候，将会是
阿宅，技术阿宅要看动作爱情片。这些阿宅买电子设备应该是不会手软的，而且他们也愿意买电脑，所以说过几天要上市的 AIPC 对他们而言就很有益处。我们看一下最近的新闻，像是在今天是5月21号嘛，今天就有新闻贴出来说华硕要推 AIPC。 我们原本的电脑如果是搭配 Intel 的 CPU 或 AMD 的 CPU， 再配上4090的显示卡，就搭到消费级最顶端的 PC， 基本上它的算力大概在70 TOPS， 这是一个对于 AI 运算的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今天没有这个4090的显卡的话，可能一个 CPU 的那个AI 运算的能力可能只有4-5 TOPS 而已，所以它变得很弱。那现在要它强化呢，很简单，就是由这个高通处理器 ARM 的处理器，或者是以后可能会联发科的处理器里面多加一些 NPU 的成分在里面，那就可以把这个 AI 运算的能力变加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硕21号就今天举行的线上发表会，那么他们这一次因为搭载的是高通的 CPU， 所以特别对于 AI 做一个优化，所以它的这个算力呢已经可以达到所谓 AIPC 的能耐。这些硬体厂商他们在一年前就规划这样子的路子，那当时以当时的算力，以当时的线上语音识别来说，好，40 TOP 的本地算力才足够把本地的语音转成字幕即时呈现。但是其实现在因为这近不断的进步其实语音转文字的能力已经有大幅的实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实际应用。各位看到荧幕上这一个软体叫做 Mac Whisper。因为我是用苹果的，所以我当然走这个苹果路线，可实际上类似的软体也有 PC 的路线，它跑得更前面，它本身就可以做语音转文字的动作，而且速度还蛮快的。我举了一个例子来看，好像是我最近前阵子上的一个影片，它本身的时间总时长是14分钟，用本机去识别我的语音的话呢，大约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来了。也就是说14分的影片它只需要14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如果说一个系统或是一个播放器它只要提前个1分钟去读取我的影片，那就足以我电脑去翻译出一个勉强可以用的字幕。有兴趣可以看到这个字幕其实它的准确率应该有个 80% 啊。这样子的字幕其实已经足以让消费者，足以让娱乐性的消费者得到满足了。所以这样子的字幕品质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不够的，对于我们做影片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可能9成以上 9成5的达成率，但是对于一般娱乐用的消费者而言，其实字幕有个80%准就很开心的啦。所以当你追剧也好啊，你看直播也好啊，或是你看外国的影视剧啊，或跟别人聊天，这些有个80%就很开心的啦。一旦本地电脑 local 端拥有了即时字幕的功能之后，接下来会有很多不同的发展可以发展下去。会在商业上造成的影响呢，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在 PC 那方面，在 Windows 那边。Windows 那边目前的即时字幕的能力不是很强，因为 CPU 本身没有足够的 AI 能力。目前看起来高通跑得比较快，接下来应该联发科也会出来了。那他们就会让那个 Windows 的电脑也会拥有本地即时字幕。等到这个世界打开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更进一步的应用，例如说像我们做影视，像我们做短片的我们直播的时候就可以有自带的这个即时字幕了，就不需要事后再翻译了。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在做影像编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影像编辑软体才终于能够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如果我讲错话重新讲，或是我吃螺丝重新弄，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语助词，它现在都可以智慧的自动辨别的方式把我剪掉。也就是说所谓的自动剪片
应该会在本地即时字幕功能拥有了之后，自动剪片功能才可以真正的实现。换句话说，以后我可能拍完片之后就不用花这么多时间剪片了。根据现在的基本算法，一分钟的影片需要一小时的剪辑时间。那如果说 AI 即时字幕可以带进来，那就可以有 AI 帮我做瞬剪、啊、甚至可以 AI 帮我上字幕，呵呵，就是 AI 帮我做换场，对不对？我们动作一换，这样子，喂，这样子换场，喂，这样子上字幕。呵呵，好，那所以我自己觉得本地即时字幕才是 AI 目前最快、最新、第一步可以达到赚钱的方法。如果录得顺利的话，我们下一集啊，我想来谈这个本地即时字幕目前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利用客户训练自己 AI 的方法。嗯，好，下期见。